主料，低粉100克，奶油奶酪150克，糖100克，牛奶140毫升，胡萝卜100克，橄榄油120克，大蒜3个，麦片100克，辅料盐1克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奶油奶酪加入牛奶，放入微波炉转2分钟，打匀。准备燕麦片，蛋中加入糖，打匀，加入油，搅拌到乳化状态，加入麦片，拌匀，筛入低粉，泡打粉与面粉一起过筛，加入胡萝卜丝，拌匀，倒入模中，烤箱预热180度，烤至表面金黄色。烹饪技巧，模具和烤箱不同，会导致烤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主要观察烤的表面金黄就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